的是炫富状态啊。在你们夜店里面荧幕上你有看过徐雅欣的单曲？没有没有，那我遇过在别家店。一定有点香槟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是最贵的那一支。我也想起我了，他要去看小孩表演舞蹈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